大家好，这里是利弗摩尔大阪。今天是大年初三，也是2月14号情人节啊。今天我们不讲打板，不讲技术，也不讲干货啊。作为老司机啊，老师今天要教你们怎么用股票代码去撩妹或者是撩汉。第一种啊，如果你喜欢一个人啊，还在想着怎么去表白啊，如果对方刚好也炒股的话，那么我建议你今天就发一个信息啊，就四个字，长航凤凰或者是科大国创啊。如果要二选一的话，那就选科大国创啊，毕竟上一个交易日还是在上涨的。这个时候收到你信息的对方啊，就会思考今天不开盘呀，为什么你突然要给他发一个股票的名称。当然作为股民啊，大家都知道的啊，看到股票的名称啊，他是管不住手的啊，这辈子都是管不住的啊，他一定会输入科大国创，然后再看后面的代码300520啊，他马上就会秒懂了，对不对？如果他刚好也喜欢你，他又在你之后刚好又刷到我这条视频啊，那么他再回你四个字，长航凤凰啊，000520，那么你的表白就算成功了。第二种啊，就是刚在一起不久的情侣啊，你们刚在一起啊，目前的状态可能只是牵牵手、抱一抱、亲亲嘴之类的啊，但这个时候你又想把你们的革命友谊做一下升华啊，但刚好你又很害羞，不好意思说出口，怎么办呢？老师今天给你一串支付代码，帮你排忧解难。你可以把这样一串啊支付代码啊发给他，或者是他，就是000428002467002582。如果他是股民啊，就算今天不开盘啊，但他一定会下意识的把这些代码输入到交易软件里面去的。这个时候翻译过来就是这样啊，000428代表华天酒店，002467啊263啊是房间号，002582好想你啊。如果他也想升华的话，对不对？这个时候你只要在263这个房间等他就好了。如果他不想的话，那你还可以说，或是让他帮你看的几只股票，就是三只里面选一只最好的，对不对？这样你也可以避免尴尬。好了，最后一种啊，就是老夫老妻的股民啊。这种状态下，你们平时什么都经历了，什么情话可能都说过了啊。这个时候你可以发海翔药业给他。这个股长得也不错啊，然后的代码是002099啊，代表的意思就是爱你99。这个时候对方就会觉得，哎，你可能是一个比较有意思的人啊，觉得当初自己的选择是对的，对吧？好了，今天的致富代码就分享到这里啊，愿天下所有有情人终成眷属啊。接下来的假期几天，我会给大家讲一个游资的成长日记啊。从明天开始啊，接下来有大概有3期到4期的课程，我会比较系统的讲啊，讲当下市场最暴利的赚钱手法啊，就是地天板啊。所以说，我想学习这个市场最暴利的赚钱手法啊，马上点击关注啊。从明天开始，我们就系列的开始学习当下市场最赚钱的、最暴利的操盘手法。好了，谢谢大家，再见。